初期利用高爆发，并且浩然的技能来压制对方，这个跟409独特的出装思路一模一样。没错，他刚开始一出装，我就觉得有情况。不是，等一会儿，你们说他就是？ 你们前一阵找的那个国服天才409，弟弟，你是怎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觉得夏凌不像，他这种操作水平，顶多就当个路人。不，这打的已经很好了。只是看起来像是409，其实刚才我跟他打的时候，是拿出2分功力，就轻而易举的赢了。哎呀，吹吹吹，又吹。我觉得吧，顶多就是409。 拙劣的模仿者罢了。相公，说话别那么过分。我哪冲了？他刚才还冲我呢。我这是实话实说，他也要对自己的实力有了解嘛。你以为你很了解409吗？还不是输给了他。哦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对战过？看来不激你一下。 你是不会承认是吧？打得挺不错的。409，他真是409。夏凌，千万要回去了。夏凌，愿不愿意加入凤凰战队？没兴趣。去送送他。